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赞记。王禅老祖开济天龙，万圣之主护我七少帝。前世各位我们的书信班的华讲师准讲师，各位前世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释王禅老祖给我们的修行方向所以有一天我们南天文化院院长杨吉东院长他原来就是台北商专校长，也是治理大学的校长都退休了跟着夫人黄春珠教授一起我们在一起在修行有一天问我说，师父我们的法门用什么方式来修行，用什么方式做基础用什么心念来继续走下去这个问得很好，我说我们的方向就是利他两个字而已，利他，利他是最高境界，佛、菩萨、神、上帝、玉皇大帝、天神，所有一切圣人都是利他嘛。所以杨吉东院长他说那我懂了，那我就跟着你我们一起来做利他的工作，所以才做我们维新圣教维新中南天文化院担任院长做文化的工作开启两岸台湾与大陆两岸学者专家学者的学士交心活动将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的利他方向让大陆同胞本是一家亲都了解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台湾是一个有爱的国家尤其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在说现在的我们中国人都是优秀的民族，所以我也自己下了一个定论优秀民主在台湾2300万我们已经走到民主来了相互的尊重，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有爱相互的关照与关心，尤其台湾
2300万的人民，啊，三祖儿女同胞们，啊，都是绵羊两界同关照的大修行者，所以我们就与啊大陆的啊各地专家学者啊教授们，我们建立友谊交心。啊，这个利他，啊，都是基本观念，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啊，利他也没有宗教的束缚，啊，反正人都是要利他，你不利他，世间寸步难行。都相互包容。那中午我们这么多人在我们的大斋堂用斋，啊，斋堂不是很大，容纳我们将近1000人，哎，也需要我们的维新弟子各分支道堂教士啊的同修啊来做法工，煮菜去，啊，煮饭来准备，这个都是利他哎。那么同修大家一起跟着法师诵经，你诵经的法音啊传到空界也是利他。啊，当你的法音传到空界，我们的莲座上的诸祖灵文，啊，听到这个法音进入脑海意识，啊，在意识传入心田，第八个意识心田，然后悟了，就第九佛智，然后回归如来的本家，这个都是利他哎。所以我们来世间上，大家都是在做利他。又有如早上，啊，我们一位老菩萨，啊，85岁了，啊，我们有师姐。啊，就是圆如法师的学生，啊，经友班的学生，啊，他的妈妈，啊，85岁，身体比较差了，啊，做女儿的，啊，就，啊，操心妈妈，啊，带了他的姐妹全部来了，我一看都是女孩子，我问他说。啊，阿尚啊，你生几个查囡仔？7年啦。啊，有计无？无一个，有计计到剩2个啊。啊，5个查囡仔，计啊，2个还袂计。你看。这是利他，我阿尚啊，你足慈悲呢，你烦恼人无某，啊烦恼人无妈妈，啊你生7个查某囝，哦好，互人做某，互只囡仔会做妈妈，啊生只囡仔，那个叫做互菩萨来投胎转世，啊只贤者圣人。他们的灵魂界还会就投胎转世，又到你领导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教育我们想要想得很宽广，看得很远，啊，当你心眼看到啊菩萨来到世间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有约。
有缘的啊，你就赶快啊结婚啊，结婚了该生的就赶快生，让菩萨来你家修行一生啊，修行呢也在做利他，哎，所以每个人都在利他啦。还有有如我们延伸法师的在越南啊，他的所服务的一家企业公司的老板啊，他的女儿啊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啊来，他很喜欢孩子，但是不希望结婚。哦，这个就是啊，有违咱的社会伦理啊，那怎么办？啊，问我师父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他也在利他，哎，他一直想生一个孩子。啊，给菩萨来修行，啊，他认为，啊，做夫妻啊，有时候呢，啊，感情要磨合，还是需要，啊，很多的相互的忍让，有时候也修不好，啊，就变成很不幸离婚了。但是里面的，啊，利他，让孩子下来投胎转世了啊，来世界上走一趟来修行，也是在利他。所以我们社会上好多好多都在利他。那我们每天在这里法会啊，由各个道场教室法工那么多啊，一直来啊，每天一大早来啊，到晚上晚晚才回家，啊，在打斋，啊，煮饭煮菜，然后把这个菜饭给大家吃，没有吃的，啊，包好好的，啊，给一些老人院，或是孤儿院，啊，这个菩萨们给他们吃，啊，这个也是在利他，哎，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打斋啊，那斋堂的菜啊，有的欧巴桑啊从附近都过来坑哎，好难得住啊，这个也是在利他。所以我们世间任何一件事情都在利他，我们要感恩啊。你要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人性的光辉不得了啊，人性的尊严应该相互的赞叹啊。各位维新贤士的同学们，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天地无我，你才能找到金刚妙心。天地无我，你凡是天地之间的我这个身体是不永远存在的，不是永恒能存在的啊。所以借我们用了几十年坏了，又要归还给大地啊。那么里面的我是谁？就是你的灵性啊，我们的佛性啊。啊，天地无我，啊，我是真我，啊，假我，啊，真我是灵性，是永远的无形无相的真我，啊，这假我，短短几十年，子不寿。只不过百岁，啊，所以人生百岁一场空，
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啊，所以这句话，这句真言，王禅老祖所开示。啊，勉励我们云何法师。啊，他那么了不起的发心，将王禅老祖和师父所传的妙法，啊，这维新道藏大集结，总共集结了15615卷的道藏，维新道藏，然后15615卷做好了，我就放下来走了，往生了。啊，所以他的受身还是回归大地无我，但是真的我有在的是谁？啊，就是道。啊，所以未来维新道藏千秋万世永远是存在的。啊，这才是真正的我。啊，真我是灵性的真我，用爱。那各位同学们，啊，你们将妙法已经修好学好，随时随地可以帮助有缘的人，他有烦恼，你就为他解除烦恼，啊，用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很多真言来帮助他。啊，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啊，来为他人服务，利他。啊，有如我们圆如法师，原来他警戒还没退休，啊，他在宜兰当警察局副局长的时候，啊，他的职员警官警察先生们，啊，家庭很不平安，啊，都用易经风水的法则去帮他们忙，啊，甚至有的警官啊警察啊家庭不和谐的，啊，找了我们副局长，啊，除了宇宙副局长，啊，的上级警官，啊，长官来为他安慰以外，啊，一定到他家里去走一趟，看一下，看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看他的房子，啊，风水学风水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发现10个9个9都有问题。都是风水学违背了风水学，然后夫妻在家里，大家没有办法心连心，哦，这个就是利他嘛，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利他，我们这么多的法师，啊，在为企业界，啊，为企业界服务，啊，企业界经营了那么多那么辛苦，啊，养了那么多的员工，也是在利他耶，所以利他的定义啊，利他的范围84000法门，啊，尤其，啊，我们是风水学，直接啊改善家庭的生活、事业的生活，啊，事业的经营、工厂的风水，让他大家有缘，啊，安定下来，然后再去养很多很多的啊员工，啊，让员工们啊能够啊养自己的孩子，啊，养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也是在利他，哎。所以我们在世界上
这是利他。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一句啊名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就是利他。所以圣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啊，古德圣贤所说的一句话，我们都拿来用，用在生活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人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真的很受到古德圣人都在供养我们现在来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啊，在提倡啊两岸鬼谷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的方向目标就是古著今用，啊，由我们会长杨会长杨基东院长呢，会长，啊，积极的推广，我们也召集了台湾各大学很多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学者、市农工商百业，啊，以大陆啊专家学者、教授们，啊，一起来推动啊古著今用，让年轻人啊都能够了解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古德圣人为我们留下来的啦。这个不是只有鬼谷子所留下来的尊严，而是所有古德尊严。古德圣人的尊严啊，这是古著今用，我们用在生活上啊，这个是古著古德的，已经看得这么远了，就在利他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利他的智慧范围，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就是义之为道，非普非相，本非神的真禅奥义啊。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庄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好，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利他就是我们修行成圣成贤的上圣心法。没有利他这个理念，你再怎么样，你做了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埋怨。所以你以利他啊的方式，我相信呢，你们心胸会宽广，见识思维会圆融。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古著今用，古人的智慧啊都已经留下来了，留下来给我们来用，我们不晓得是。不晓得道理，一直在那边追。所以孔子无道亦以贯之，好，这个是利他。利他的境界，
啊，利他的境界无道一以贯之，那是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每个人的生命啊，短暂的几十年是肉体的生命，我们的灵性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啊，这即是大道，这即是利他啦，即是养俭蓄财，证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